这电梯咋的了？要封啊！这谁进去不得被夹死啊？别胡说，领导马上来了，人家这是欢迎领导呢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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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还是直接干过去得了，反正过去就到家了，绕路得多跑几十里地，得多钱油啊！哎，完了完了，车灭火了，这点钱省的不值个啊！大哥哥，你看这个地方咋样？我看行，老二，你觉得呢？没问题，那咱们就在这儿一结金兰，何不妙哉？合着你们仨搁这桃园3000亿呢？哎，手指盖又长了，听说管道上捡手指盖捡得齐吗？咱也试试。拉倒吧，我这手指盖太硬了，别再给火车绊倒喽。来呀，你不要瓜分财产吗？来，给你分。我看你分不明白的。哎呀妈呀，这屋里咋这么热呢？进来就冒汗了。这老板睡得跟死猪似的，该那么严实，也不怕捂死了。也就是我吧，有这好心，想着帮他给被子拽下来点儿。换个人啊，可不是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